共婵娟。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！ 祝大家2020中秋快乐！生活工作了将近有20年了，中秋节快要到了，我今天呢带着我两个女儿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家里自己做月饼。My name is Annie. Let's get started. 我用的月饼馅料是葡萄干、瓜子、南瓜子和芝麻，因为我们家老二不能吃坚果。月饼馅料烤熟切碎之后，拌上炒熟的糯米粉。把月饼馅料和月饼皮分别按照月饼大小称好重量，然后再用月饼皮包上馅料之后，再拍些熟的糯米粉，就可以上模具压一下，一个漂亮的月饼就出来了。月饼烤好了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I'm going to make a short little sweet video with my dad in a beautiful fall. 大家好，我是吴飞，这是我爸。我们祝全纳什维尔这华人中秋愉快，阖家欢乐。我们呢在这儿呢，我跟我爸合作呢，给大家演一段北京岔曲的这个叫《汉人多快乐》。
受折磨，一任他争强斗胜，交际多我且在我人堂中扬台河。君不见盖世英雄，君活在沧海桑田一刹那。谢谢大家。亲爱的大大城的华人朋友们，2020注定是不一样的一年，我们不得不蜗居家中，不能和家人朋友一起飞向世界各地领略名山大川的风采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。但是请不要忽略了你身边的景致，这里给大家介绍的都是离大城一个半小时之内的瀑布，尤其适合有小朋友的家庭出游。让我们一起品味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美吧。先给大家介绍的是 Rock Island State Park， 这里最著名的景点是 Twin Falls。 建议大家穿 hiking shoes 或者是旅游鞋，因为如果你要走到瀑布边上呢，要过很多的大石头。这段 hiking 的路并不长，但是会有点 rough， 老人们会比较困难，建议远观。跨过大石头就可以走到水边，感受到水花的溅起，但是你只能坐在大石头上感受水花，你不能够沐浴在瀑布当中的。 Rock Island 有专门的一片游泳的区域，夕阳西下，畅得其中，格外的畅快淋漓。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是 Burgess Falls State Park，这里有小 Niagara Falls 之称，从停车场到 Overlook 的 Trail 比较窄，建议可以走旁边的一条 Pave 的大路。 Overlook 看完以后再往下走是一段比较陡峭的山路，可以走到 Upper Falls， 那里有一片小朋友可以趟水玩耍的区域，也是拍照的绝佳地点。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是 Old Stoneford State Park， 这里一共有3个瀑布，面对 Trailhead 右手边有2个瀑布，左手边有1个瀑布，其实这是一个 loop， 有时间的话可以都走完，如果时间紧可以选择性的游玩。左手边的 Step Falls 是我隆重推荐的，你可以给小朋友准备好水鞋，小朋友可以趟水完全置身于瀑布当中，和瀑布融为一体，享受一把做美猴王在水帘洞中的乐趣。介绍的是 Machine Falls， 这个 Trailhead 不是很好找，它在停车场马路的对面， Trail 呢不是太好走，比较 steep， 请大家注意。走到这个瀑布的边上是一定要趟水的，所以建议大家带好水鞋。瀑布所在的地方空间比较小，建议一定要在人少的时候去，瀑布非常的漂亮，小朋友可以攀爬瀑布，在那里玩水嬉戏。最后给大家介绍的是 Greater Falls， 这里的 trail 不太好走，建议老人们慎行。 Lower Falls 的人多，但是可以近距离的观赏瀑布的全景和瀑布合影留念。 Upper Falls 人少，建议给小朋友们带上水鞋，让他们在这里尽情的玩耍。大城周围景色优美，春夏秋冬景致各有不同，
在这里我只是抛砖引玉，祝大家在金秋时节幸福安康，阖家欢乐。也感谢大纳城的华人协会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，让荧屏连着大纳城的你和我。最后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，身体健康，玩遍田纳西的山山水水。